sexy. Tant de膊头都膊都肿啦喂！我辛苦有咯，膝头咁深水又要落去。嗰阵时后生唔觉得辛苦，家阵就冇话叫你做啦，行得艰难咯。佢都冇得食，又冇得着，咁啊真要去啊！佢嘅大生嘅命啊，即系少少咁啦。够够食啊，咁样噶啦。中国广东省有个由西江、北江和绥江三条河流的汇流处，叫三水。上个世纪初期，一大群的三水妇女为了避开三江水而远渡重洋到外地谋生。这些在建筑工地当红头巾的三水妇女主要来自芦包、大唐和它周边的村庄。是来自芦包的红头巾。1985年，72岁的亚莲从新加坡告老回三水老家度晚年。3年后，与世长辞，留下鲜为人知的过去。20多年来，何亚莲的一孙女还经常回老家看看，在漆黑的阁楼上，藏了她奶奶不少的秘密。这里这个大木箱就是他当年城东市回来的，这里还写着他的名字叫何亚莲，然后这里这个就是他成衣服的箱子，这里面还有一块他当年用过的红头巾，这些是他当年带回来的咖啡，他那时候就说想喝就可以喝，谁知道一留就留到现在了。当年何亚莲回乡时，用毕生积蓄盖了这栋房子，打算和义子孙们共享天伦之乐。当时只有8岁的义孙女，至今还深深地怀念着奶奶。我奶奶挺节俭的，做什么事情啊，都是一就一，挺利落，不会拖泥带水了。而且在教我做人的道理就是干什么事情都要不要说先考虑那个报酬，就自己先付出，能做就做。陈又长与何亚莲虽然只相处短短3年，但是一想起当过红头巾的奶奶的过往，也不禁悲从中来。这个篮子就是我奶奶刚刚到新加坡时候，那时候也挺流行的一个篮子，这个就是后来用的篮子，这个是盛放到工地里的去的篮子，你看它就是那么直接那么远，他也把它从新加坡带回来，他就说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的。所以我就很佩服我奶奶。随着岁月消逝，目前在三水硕果仅存2名红头巾。百岁人瑞黄苏妹现在还经常向子孙诉说当年的经历。家乡洪水经常泛滥，生活艰辛，她只好过番到新加坡当红头巾。当年过番时，她身怀6甲，由于养不起孩子，还把生下来不到4天的女儿给卖了。那年她还只不过23岁，就和同村的几名姐妹漂洋过海到南洋。
那坐只驳艇去到白底，白底系转火船去香港，咁咧好难嘅。睇见新加坡嘅阿麻山住咗七日。几经波折，黄苏妹终于上了岸。六十多年后，师承旧时的街道名称，她依然历历在目。邓富街、松柏街、余东泉街、海新街、杰宁街、牛车水，即系呢个楼咯，一个木房啦。余东泉起六楼，嗰个细楼嚟搭咗落地，又搭唔死。啊！啲骨又唔斷得壞，隻手咩啊？入個螺翁掘水坑，掉落去清水坑底，落去濕身，就冇人肯落，就我 L 人嘅，就我落去，不就落雨嚟，個幾班人頂冇落個頭，就跌落去。我阿媽住條瓶水，就單嘅人落去執瓶水個管釘，隻戒指就穿住管釘，單個人落去，被累得心肉痛個頭，喺醫院斬埋兩橛，加九隻半啦。百歲的黃蘇妹雖有兒孫，卻將在老人院度过余生。曾经在六十年前当过红头巾的黄苏妹，目前被家人送入三水福利院。这或许是这名百岁老者人生道路的最后一个篇章。我唔肯嚟嘅，一日坐就话肯。我喂，去攞下柴啊，搵下花生啊，又翻咗一日喺度话坐到厌。热爱劳作的黄苏妹因为跌倒，在城区谋生的儿子只好把她送进老人院。你有没有什么台？到了。整百岁的他原本生活很独立，连拐杖也是自己亲手制作的。福利院定时提供三餐，然而黄苏妹还是怀念自己用柴火烹煮热腾腾菜肴的日子。老的时候，安年的时候，都是想儿孙满堂的在自己身边生活。他现在慢慢可以适应，早上他也会跟着我们中心院内的那个流程安排啊，去唱唱歌啊，跳跳舞啊。这件呢？这件不漂亮吗？这件也很漂亮啊！像八岁人怎么这么漂亮啊？你说，哎呀！他很爱美，他衣服要怎么样穿啊？怎么样配啊？他自己会比较注意这方面自己的形象问题吧。他平时喜欢的都是出来坐一坐，聊聊天啊。讲的最多的就是他以前在新加坡怎么样，挨得辛苦啊，怎么样生活啊。80年代，在本地来自三水的红头巾妇女多已步入老年，她们一部分选择回返三水老家，有的在本地与子女同住，
有的则住进安老院里。目前在本地，像何跃金和卢亚贵这样仍然健在的红头巾却也寥寥无几。祖籍三水的何跃金，20岁丧夫之后就只身到本地谋生。70年代市区重建，原本在豆腐街一带的红头巾被分配到红山中巴鲁一带的一房式祖屋居住。10年前，何跃金因跌倒而被送入万佛堂养老院，目前他行动不便，生活已经无法自理，记忆力也衰退了。96岁的何跃金目前在本地唯一的亲人是已故妹妹的儿子。借把他地方借。听不见？我的阿姨是做红头巾的，所以她是辛苦赚了的钱啊，有时为经济上会帮忙我们一点来。我的命不好啦，没有搬到多少人，我们今天的兄弟姐妹也算了，是吗？后期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做红头巾的时候，他有帮忙中马路一带那边的义工哦，分一些面包啊，那个蔬菜哪都他有帮忙做一点呐、啊。他能够能力做的，他就会帮忙。我真的很敬佩他，他们是一群用苦力来生活的人呐、啊，真不简单。生命旺盛时，何跃金在工地流血流汗，到了风烛残年时，连陪伴了自己大半生的红头巾苦日子也从记忆中消失了。在中国三水，百岁的黄苏妹对于在新加坡当10年红头巾的日子一直无法忘怀。来了，今天起来干嘛来送？干嘛送红红梅啊？有她一手带大的孙女叶凤仪对她特别贴心，他对奶奶当红头巾吃过的苦感触良多。大女生好啊，他时常跟我提的，叫我啊长大啊努力读书啊，很辛苦的。你奶奶在新加坡，整天都要干活，抱着很大的水泥啊，而这个石头啊，有时候啊，会做到10多个钟头的，辛苦得很的。你好啊。我无田，要搵嚟交，要俾租，又贵。呢又大工，又大伯，又叔，又家婆，咩出粮，留翻啲自己，就见晒翻到乡下啦。咩可以10年翻嚟，储埋个叔，执埋个大伯，执埋个家公。家婆嚟，佢一3年嚟死啦，翻嚟仲多样嘢。啲嘢顺其自然嘛，唔使咁多。真、啊。我买。有时候看到他不开心呢，我们都很难受的。真的觉得每一次那首《红头巾》的歌啊，听起来我都很想很想哭的。背负千斤担，艰难抬脚步，踏遍世间不平路。
93岁的穆代好在75年前开始当红头巾，他育有10个孩子，目前儿孙满堂，乐融融。70年代，穆代好和丈夫回乡探亲，那是她18岁从三水嫁到南阳后第一次踏足芦苞家乡。嗰阵时我老母仲生啊嘛，咁啊叫我哋翻去，要见多啊摆个女婿就死咗安乐啦咁样噶嘛。在三水芦苞镇，陆代好就只有这家远房亲戚。由于儿女出外谋生，家中剩下93岁的老奶奶，独自在陆代好出钱建造的房子居住。到76年就回过我们家乡，看见我们没有房子，就寄钱回来建这个房子。老母，几好嘛，真嘅。佢淨係有房，咁有房冇一個咯，咁啊几千零蚊翻去俾佢起咯。我二嫂咧在新加坡里边咧就生了10个小孩，这个钱呢赚得不容易的，他还对我们说我们呢很辛苦啊，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呢都寄钱回来帮我们建个房子。我二嫂呢以前呢这么辛苦啊，她还怀念我们的家乡每一个亲人。来自三水在新加坡定居的红头巾，对家乡总有一份解不开的情谊结。今年100岁高龄的红头巾卢亚贵目前住在大悲院，他15岁结婚，为了要替家婆还债，离乡背井到石城谋生。当天咁吊上去，上边有人叫咧，嚟啲烧泥水嗰啲咧，系辛苦，10只手指酸晒啊！冇办法，我要老母咧，寄翻嚟俾老母，又有个妹，我心啊一味愤怒，乜嘢工？卢亚贵在本地无亲无故，只有已故义女的儿子定期来探望他。我每个星期都会来看他一趟，他自己一个人住在老人院里面也是相当孤独的。我妈妈跟他的感情是很好，所以他就收了我妈妈做他的干女儿。这位老人家他很为别人着想，我们三兄弟吧，从小到大在照顾我们，这样好像当着自己的孙子来看待。因为这个是我跟我妈妈的一个承诺，说要照顾她到她终老为止。卢亚贵70多岁退休，他一生都是靠自己的积蓄过活。我靠自己的食，我不想好呢，阿婆，你老婆你婆呢，我有得食唔好咯。那时候教会呢，本来是每个月有给他100多块的生活费，他也是跟教会的管理人讲，他说他不需要这个100多块的生活费了，是因为他住在这个大悲院已经有了政府的津贴给他，那么这个100多块最好呢是可以给那些比较需要的那些人。1996年，卢亚贵在离开三水家乡超过半个世纪之后，再次回乡探亲。
落叶本会归根，卢亚贵却有自己的想法。我感觉呢，头几次其实老的喺度人生了，永远都有人生，好安乐。翻中国咧，中国啲人咧有老人院咧。位于红头巾故乡三水芦包镇的这家敬老院，自从1984年建院之后，陆陆续续有回乡的红头巾住进来。当时我哋院内咧就住咗六个，临走嘅时候都系超过100岁，最高嗰个系106岁。大部分都好乐意讲佢哋喺新加坡做咩嘅，佢话去做女仔。去擔奶，佢話擔石屎泥，上幾多樓上幾多樓咁嘅，好辛苦噶，你幫我享福麼？去捱女仔啫講。紅頭巾或許只在本地建築史上留下淡淡的足跡。然而三水妇女勤俭耐劳、无私奉献的精神将让后人长相追忆。